这是美术馆吗？很漂亮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哇，我们要出这里哦，而且它这个大楼外面是那种编织，对对对，很像美术馆的那种感觉，好漂亮哦，对啊。因为我们是时尚玩家，我觉得我们住也要住时尚一点。有点重。不会不会。Hello。哎，等一下，一哥。可以吗？我看到了。哎，一个榜单的部分。你看，它是在各大网站上面，分数是很高的哎，设计名店。对对对，就是在这边高雄号称就是三大必住饭店之外，也是三大设计一定要住的饭店这样子。想要确定？你好，你好。那暂时请坐。暂时请坐。演完了没？时尚，所以要有一种那种时尚的感觉，改变了我们。明明很热，我还是要穿貂皮大衣的感觉。好，请帮我们，我们要 check in 了。好，王卡，我们先拿了。哦，已经拿了。好好好，在哪里？这边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呀、啊，想不到吧？我们直接进房了。哦，我们要直接进房了。太麻烦你，要点这样的感觉，这样有时尚吗？我现在只有两个情绪，很好的话我就要很开心，很不好我还是要很开心。四楼中楼哎，平常都是这样子并排睡的。对，我们今天分开了。我想说另外一张床在哪里？对，我想说哎，另外一张床哎，它等于有点三层楼的感觉。真的。啊，楼上还有一个，好漂亮哦。不错，我还想要偷这个房子的。没错 ，OK， 一哥，你可以，我可以闪了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对，谢谢。好，等下一哥出去门带上。记得哦。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还没结束，看不到。就算他再舒服，还是要介绍啊。而且有那个房子最喜欢的泡澡。水是可以调的，有听说这个浴缸非常高级，对不对？大概要什么？我要睡浴缸，我要睡。好了，给你睡，给你睡，有床就睡浴缸也是蛮令人心疼的。高级的，不是，因为你睡了这个之后，人家问你说你昨天住什么饭店，那个一个晚上多少？三四十万，就三四十万。我睡这个三四十万，30-40万的浴缸。很高级啦，其实喜欢泡澡的会爱死。很满意，很满意，对对对，相当满意。我的应该也会不错吧？是那种天后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住的那种。VIP。哦。哦。哇。来，那个开会就在这边开吧。我懂，你很了解一哥。哇。对。一哥最需要什么？就是这两张桌子。而且你这个浴缸是可以一边泡，还一边看下面的景色，哎，今天采光好漂亮哦，真的好漂亮哦，不管晚上泡、白天泡都很好，对啊，超赞的，对，赞，赞，好了，躺了，躺了，躺了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哎，真的是很舒服的，真的，好，打包。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那你们以为这里就这样吗？他有一个很强的，什么？一个24小时 take care 你的，一个很棒的快乐天堂。去看看，24小时，24小时。就是你说的
场吗？而且它最夸张的是，它是24小时开放，你随时肚子饿了，你就可以来这边逛，超适合大。对，而且他们是特别有请一个西点师傅，在这边供应他们的点心，对，专门做的那有咸有甜哎，你看。椰仁养生鸡汤、蔬活粥、肉桂，高雄的这种南部特产肉桂，真的哎，对啊，这个我觉得整个氛围其实蛮像，我们有时候常出国的时候在比较好的机场的贵宾室，对不对？像不像？而且它这边居然还有这种柠檬塔，柠檬塔，太扯了，在这边准备好了，很夸张哎。现在被果汁吧，它放在这边一整个是不怕我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请他们小心。柠檬塔我很爱，但它还有一个那个蜜苹果派，然后它有一个很棒的是它可以加热啊，对，对啊，你要加热。加一下，然后吃呢就是那种刚热腾腾，好，赞啦。那我觉得刚我不是真的认真跟你开玩笑，其实真的一个小时可以下来一次。它这个粥我原本觉得还好，结果它里面有鸡肉又有皮蛋，然后又有蛋白，什么是很丰盛。你是被收服了。你愿意把晚餐交给这里？有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在那边吃晚餐，他们讲的就是把它当晚餐来吃这样。他的鸡汤也好用，真的有椰肉，也好好喝。哎，不错，辣桂。哦，对，就是南部小吃啊。试试看怎样？我觉得 OK。有。来试看。它是芒果派。哇！有。满满的皮。这个，哎，这是司康，有烤过，差好多。好，热的。很好吃啊。他连饮料我觉得都很 OK。都很。这豆浆他说是他们那个小农送过来，我特别跟他要无糖。所以如果有朋友喝不加糖，可以跟他们要无糖。身为一个演艺圈的运动员，吃晚饭前是要先散步的。哎，我是身为一个时装家主持人，被规定走十步路才能讲话的，所以我走了十步路。他们才四步路在排我们最后面。而且因为制作人给我们大空间，他说你想怎么讲。在家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吃过了，而且我来好几次，非常好吃，所以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去拍吧，因为离饭店很近，我先回饭店休息。你是不是离饭店超近？怎样？你是想下班？我想下班，但是它非常好吃，我怕我介绍了之后呢，就又更多人来了。而且我其实今天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一家其实在台北是有店的，对，我很喜欢，我也吃过，但我没有在他的故乡高雄吃过。哇，牛老大！对，我们要去吃温体牛刷刷锅，我最期待的行程。哇，这个厨房好像那个平太公，平太公的 style 哦，让你看到，他现在是第一名，必比登推荐，哦，这一定要看啊。没意思啊，来这里就是要吃好的肉啊。那为什么这样一直看着这个锅嘞？在这边，因为好的肉没了啊。为什么嘞？令人难过的消息。是难过吗？是生气吧？这里呢，本来有一盘肥的肉跟一盘瘦的肉，那我们刚刚先拍成品，我们的摄影师把最后一盘，在这个店里面最后一盘肥的肉吃掉了。吃很饱，你跟我们说口感的，你现在跟我们说，你饱到你现在摄影是这样子，哎，一直在缩肚子，哎，他饱到一直在缩肚子。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吃那个肉的口感吗？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？好吃吗？你为什么把整盘，你把整盘吃掉了？我录节目录这么多年，我没有遇过摄影师把主持人的要吃的东西吃光光，哎，我们剩下半盘。
我帮你们服务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跟吃法，对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跟广东人学的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，所以你捞下去，对不对？就烫第一下，然后捞起来，就把那个杂质烫掉。哦。然后再来就是烫第二下，就把那个血水捞掉。哦，净化它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烫第三下，让它那个纤维。就是可以去改变，然后这个肉就是很好吃的啊，三下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他们所谓的三晾三烫这样子，只烫三下的肉，还有还是呈现那种粉红色的状态，然后半熟半熟的。这个他们的这个特别汤不是用牛肉汤去吃的，对对，所以这样配着吃。吃看看，记得不要用大火，不能大火，对，因为那个血水被锁在里面就会酸。你看这是比较偏瘦的，可是用这种煮法，它会呈现比较嫩的状态，不会觉得很哦不煮就很熟或什么很嫩。我现在这样吃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哦，如果它是肥的那块，它会有多嫩啊！天哪，好想知道。都是吃那个油花很好的肉，对啊，我很少吃到这么瘦的肉。要是可以知道那个肉是味道就好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内行的，也不要说内行，就老饕你可以点一些这种，他们店家会一定都有，尤其像牛老大这个，他一定都有这个牛腩、半筋半肉、牛尾。哦，这是牛尾。其实这些东西放进去汤底，第一个你看牛尾它可以增加你这个汤底的这个胶质的粘度。然后这个是因为这种肉没有单吃会非常硬，可是你慢慢炖之后，它会吸收其他蔬菜啊、豆皮这些的味道进去之后，这肉会变得非常好。所以这锅里面已经有。刚刚他们在开橙子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。太好了，我还蛮好奇前面这盘的。这盘是牛杂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还蛮壮观的。然后就是牛百叶、牛腰子。油然后牛肝和牛内脏，哎，这个也是温体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油剂其实用眼睛看有一点干贝的感觉，颜色很像干贝，包吃起来的感觉。而且我们平常都是吃猪的，猪的，对，我们牛的比较好，牛的油脂，哦，这个差不多。哎，这薄薄的应该很好。它肝子是切的蛮薄，新鲜吧？很新鲜。因为我怕吃到那种不新鲜的肝子，那种粉粉，就内脏就会味道会很重。不会。拿到牛哦，它太 Q 了啦，拿到牛尾了，酥爽，对，很漂亮哎，这个应该先好，因为已经炖了，嗯 ，Q Q 的，它的比较刚好是最 Q 的时候，但它可以再炖的话会更加软，更软一点，但是它的肉现在是最好的状态，它的肉是像一蹦就化开的那一种。好吃哦，好吃啊，很香。那我来尝尝看这个有点算半筋半肉的。哦，一咬就开哎，这边很软。你刚看起来其实我很想说会很酸，这边很软。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吃到的都是比较火锅类，但其实我觉得牛老大自己我蛮喜欢的是它的热炒类其实都蛮不错的，比如说像我蛮推荐这个芥蓝牛肉，芥蓝牛肉跟那个酸白菜牛肉干。对啊，慢慢这两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在这边是很喜欢的。而且它其实拿捏的很恰当，因为就很像我们刚刚涮的那个肉的颜色一样，是有点粉红粉红嫩嫩的。更好。虽然是火锅店，但是这个菜我会很希望他做这个的便当是下面白饭，上面直接铺酸菜炒牛肉，像冻饭一样。嘿，做工的人是东西坏了要修吗？带我来这里，一直偷吃东西，要买点罗赖吧，配齐要修理它，来买一些补充体内需要的零件，钉枪啊要修理它，对对对对对。带我来五金行干嘛？这里呢是最近高雄非常火红的一个点啊，对，因为它可以补足一些你胃里面需要的一些食材，活的海鲜啊、肉类啊、酱料啊、酒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五金行在我。有没有味料哦？它真的很多酱料，细的哇！有东西吃。好，来看看，来来来来真的哎，这五金行，可爱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会喜欢呢。还有熟食区。哎，牛肉饭。有日本哦。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，它有免费代客烹饪。
真的假的？所以如果说你在这边看到看对眼了，对，就可以把它带上门。而且客家人任选五包七九折，我们挑到五包为止。好多种哦，一板牛舌、牛小排，还有厉害的是，它有活的海鲜。哦，活海鲜，这里，还有龙虾。它直接活的也可以在这边爆掉，对，可以。那很好哎，用自己杀龙虾。等一下，一哥，我刚突然觉得我们拿这个，但是那边也有那个对不对？哎，牛排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油花，这个好夸张哦，太美了吧！比较肤浅一点，哪一个是最贵的？菲力应该算单价。哇，你真的很怪，你这样子看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这样对单位好，第三位菲力的，那你再来两块好了，这个吃掉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帮大家吃掉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你们居然有。我也是很需要蟹。对啊。那这个要怎么料理会比较好？我们都会脚帮您烤，然后身体帮您煮火锅。哦，对。是免费的吗？对，一样免费，一样免费待客。你说这样，我除了买这个加工煮都不用钱，都是免费的。那个调味料也是包含在里面的。对。那焗烤的起司要钱吗？不用。好棒啊！这就是老饕要来的地方。对啊。好不像工作啊，谢谢制作人啊，谢谢制作人。哎，怎么会有一个工作就是中午时间不给便当，然后给这些就是？对啊，有啦，一哥，如果你要便当的话，这边也有啦，就是还有一些只要家常的熟食，附近的上班族也会来。对，就是平价的冻饭也有。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，只要你在这边内用，他就会给你味噌汤。但这不合理的地方是，是我味噌汤吗？对，老板。这太奇怪，太大份了。那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吗？我要检举他。你要入职高雄？入职高雄，我可能要入职高雄。那我们先吃个牛排好了。刚刚介绍了这个，来和牛菲力。它旁边有附这个是？这是海盐，然后胡椒盐、蒜片、昆布盐。好，你看我这个小恩姐菲力，这和牛菲力真好吃。它那个油花很嫩，然后跟油是那种和牛超级油腻腻，但是很嫩，非常嫩，而且是这个牛排煎的多好，不输给那种外面那种餐厅饭店。我刚刚有听说他们其实以前是开餐厅的，所以他们的烹饪是没有问题的，绝对是适合食材，然后恰到好处。你们不用这样讲，我在这边啊，我都觉得我人就在日本，好吗？对啊，根本就还没有回来，现在不用回去，而且现在每一个人大家好像都在日本玩。没有在没有去日本人不要回去，可以来这边啦，感受日本的气氛。对啊，这个是和牛纽约客。哦，这是刚看很久很大块的那个。我觉得很聪明，部位不一样，它调节方式不一样。看这个比较酥，对，这边脆脆的，很酥，温度大比较高，尤其这一块，非常非常酥，对吧？这吃下去是有点那种咔哧咔哧的那种感觉。好丰盛哦！下一个是什么？龙虾要吃吗？啊！而且因为它刚刚还在水里面游泳，所以它要用嘴巴里游泳吧？活跳跳到一个不行！你看它的肉质，这个纹理是超级新鲜的哎！啊！哦，新鲜就不一样。好饿！我突然觉得拿来做焗烤有点可惜，太新鲜了。你们要螃蟹吗？我帮你。不要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一个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虽然你帮我们剥，我们会很开心。但是他这边，如果你提前预约的话，他是可以代客帮你剥，直接帮你取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而且我刚有听说，如果你是买外带的食材的话，也可以帮你先处理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全部都会帮你料理好，让你回家方便可以处理。那我想要尝试看看被服务的感觉。对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我这样子，大家会对他们予取予求的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吃锅吧。吃锅，而且我觉得超贴心的。刚我们刚刚上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主食类，它还有放那个锅烧意面，就是南北锅。哦。锅烧意面的面条，然后跟那个韩国泡面的泡面都放在里面。啊，所以这是加到锅。这是也可以加到锅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到好像还有几种锅类的选择，好像有麻辣、
对，我看旁边有的是鸳鸯锅。对哦，还有鸳鸯锅，其实还有鸳鸯锅，所以各种选择都有哦。真的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，已经处理好了，也太快了吧！这是真的蟹肉棒，真实的蟹肉棒，蟹肉棒本人。对，而且鲜的就是不一样，对，活的真的不一样，它甚至没有冰过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对对对对。不知道吃什么吗？家有喜事牛肉面，严选上等牛腱肉，厚切大满足，6分钟就上桌，好吃是绝对骗不了舌头的。那就好假，搭配独门秘方台式经典卤味，一口接着一口。家有喜事牛肉面卤味，一吃就有喜事。